Run, Little Mouse. 这款呢是一款捕抓老鼠的游戏。OK， 这里有欺骗这个磁力贴，它的磁力是蛮强的。然后呢，还有一本这个答案小册，还有就是呢，这个15张的题目卡。这15张的题目卡呢，它前后都是有的，看到吗？怎样玩呢？其实这款游戏呢，就适合我觉得三岁的小孩也是可以开始玩了。主要呢，就是训练这个孩子的逻辑思维，还有手眼协调。首先呢，我们把这个磁力贴全部拿出来先。然后呢，把这个题目卡放在上面。OK， 首先呢，年段比较小的孩子，你就可以先教导他把这一个两个捕鼠器的这个磁铁先拿出来，把这两只老鼠抓住先。OK， 过后呢，我就会建议你们先把这个角落的老鼠先把它捕抓了，比如说这一个就可以放这一个，这一个。成功把所有的老鼠捕抓了，对我来讲是有一定的难度，不容易耶。